大家一定会想说，为什么要穿束腹裤呢？像平常的时候，如果是穿低腰裤，或者是比较低一点的牛仔裤，就会让你呢肉肉跑出来。那这个呢，就可以把你的小腹整个完整的收起来，看起来身形也会更好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，大家有看到我身上穿的是什么吗？没错，就是超级厉害的收腹弹力裤。这件厉害在哪里呢？让我们先来看看。没错，它最厉害的就是它有收腹的功能。它的裤头呢有做加宽式的束腹设计，可以让你整个小腹呢全部都收起来，而且呢整件都是弹性的裤头，超级无敌弹。到了不同身形的 model 来穿给大家看哦。哒，是不是真的很神奇呢？你看，除了我以外，每个人都享受到这种神奇的厉害，大家是不是应该要赶快试试看呢？立马减5公斤，收腹弹力裤，分享给你们。